现在的昭陵龙文门外广场区域是沈阳市民所熟悉的北陵公园，住在附近的人们愿意或早或晚来这里锻炼消闲。每当夏季，还有众多游客市民来这里消夏避暑，这里已成了众多沈阳人国内外游客美好记忆留存的地方。即使炎炎夏日，人们走进昭陵依然会感觉到清凉宜人。这不仅是因为昭陵有大面积湖泊护城河，更是因为陵寝周围栽种了大量松树。这些松树既可以美化环境调节气候，又可以遮挡风沙对林区建筑的侵蚀。同时在陵内栽种松树也是陵主地位的象征，自古以来就有天子树松、诸侯树柏、卿大夫树杨、士树榆的等级差别。松树因其寿命长久且四季常青，为帝王专宠。这位生前将盛京城规划为吉祥福地的皇帝，他长眠的陵寝依然陪伴着沈阳，继续为这座城市带来厚泽与福音。皇太极去世呢，是在1643年的8月，他当时是52岁。书上记载确实是就在乾陵宫的端坐无疾而终，坐得正正当当的，什么病也没有，去世了。后来他们有一些学者专门分析过，我们看皇太极的画像，他的人长得比较胖，比较魁梧。《清太宗实录》里边有记载，就是皇太极一个是性子比较急，再一个就是说，比较容易动感情。书上有明确的记载，说皇太极在晚年那个几年经常流鼻血，所以后来这些根据请教医学专家和这些史学家根据史料这些推断，皇太极应该是我们现在说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猝死。陈妃去世以后，皇太极一直非常悲伤，这个情绪波动非常非常大，应该是心脑血管疾病导致的猝死。昭陵的古树成林，但地位最高的是一株陪伴陵寝的榆树，如同祖陵的神树。清代昭陵宝顶上也曾生长过一棵神榆，有传说称每当朝廷有新君继位，昭陵的神榆与永陵的神榆一样必发新枝。清朝末年，永陵的神榆枯萎死亡，昭陵的神榆也随之干枯而死。宝城呈半圆形，城高2丈3尺8寸，周长61丈，四周绕以矮墙，称罗锅墙，墙上建有垛口和女墙。宝城中间的圆丘称宝顶，高2丈，周长32丈。四周用青砖垒砌，中间以白灰、沙子、黄土掺合夯筑。为了保证宝顶修筑坚固，边筑边加入糯米汤，再在外层表面抹上白灰，光洁坚固的宝顶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宝顶凝辉曾经是著名的昭陵十景之一。昭陵的陵主啊，清太宗皇太极和皇后孝端皇后的这个陵寝，就中宫皇后，而且她是那个海兰珠啊、庄妃啊，是他们的姑姑，是蒙古王爷家出的科尔沁的。孝端皇后去世呢是在顺治初年，应该是顺治5年或者6年，已经进北京了。她去世之后，然后这个又回到这边来安葬的。庄妃去世是在康熙年间。康熙27年，因为她是那个顺治皇帝的生母，后来也尊为皇后，叫孝庄文皇后。那么按字呢，就是应该是回到这个昭陵的安葬。有的人说，因为她嫁给下嫁给多尔衮了，
自己没有脸面再回来见那个皇太极了，所以就不回来葬了。按照当时史料上记载呢，孝庄自己说这个太宗已经去世40年了，碑不动尊，不能因为我再把皇帝和皇后的陵刨开。那个时候顺治已经去世，康熙年间嘛，顺治已经埋在清东陵了，说我不愿意离开你们父子，这个父子就是顺治和康熙，我要葬在那个清东陵。所以康熙皇帝是遵从这个太皇太后，就是他祖母的这个意愿，把这个孝庄葬在那个清东陵。但是那个陵号还按照昭陵的系统，那边那个河北那个叫昭西陵。宝顶之下是皇陵的地宫，地宫可称为地下宫殿，是安葬陵主的地方。自古以来，帝王对于建造皇陵都有具体的典制可依，陵内建筑建成什么样，记载的也很详细，唯独地宫内建成什么样，却是皇家讳莫如深的。清代的任何一座皇陵地宫的建造形式均不见于官书记载，地宫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尚无从知道，因此地宫也就成了神秘皇陵中最神秘的所在。不能道陵说有没有地宫啊，地宫里边是埋的是什么呢，到底被盗过没有，这些问题综合都涉及到一个事儿，就是当时满族人的丧葬习俗。因为满族人当时是火葬，就是埋在那里面呢，就是只能是他的骨灰。有人说呢是受到佛教的影响，实际上呢就是可能有这个因素，因为当时蒙古族也是这样，是一个居无定所的游猎的民族和游牧的民族，就是说不像农耕民族住在一个地方，所以他这个人死了之后要这样处理。沈阳的清福陵和清昭陵埋的都是骨灰，清永陵呢，他们就是这个头几十年前塔塌偏骨的一个墓就塌了，抢救的发掘里边就是一个骨灰罐。皇帝的呢应该比那个就是档次要高一些。满族什么时候才改成土葬的呢？清朝入关以后，在雍正年间，满族第一个土葬的皇帝是康熙。康熙61年，康熙皇帝去世了之后，雍正呢那个时候已经接受汉文化，已经是接受的很多了。从雍正葬康熙开始，采用的土葬，这是在宫廷，在民间还要晚。民间可能到清朝后期才用这个才开始采用土葬。这个民族的人得定居了，要他要是出去作战或者狩猎，土葬的风俗不太适合他，火葬比较适合他。所以到满族人就是稳定了，就是这个康熙以后，基本上八旗啊什么都固定住在一个地方，而且大部分是农耕生活了。这样呢，皇帝已经是土葬了，下面才逐渐效仿。方城的北面与宝城之间有一个小院落，小院的北墙上嵌着一个琉璃影壁，影壁之下是昭陵神道的起始点。院的两端各有一砖砌的灯道，由此可登上方城、明楼及宝城。小院呈弯月状，因此也称此处为月牙城。月牙城是皇陵地宫的入口，北墙的琉璃影壁不仅有装饰作用，同时也是遮盖地宫隧道入口的劝帘。当年陵寝宫浚之日，入葬地宫的帝后宝宫或棺椁就是从这里送入地宫的，封堵地宫入口时以琉璃影壁装饰。民间传说中，
月牙城又被称作哑巴院，相传修建陵寝的工匠最后都要在这里喝下变成哑巴的毒酒，工程全部结束后还要在这里殉葬。这些民间传说让陵寝拥有了更多的神秘色彩。修月牙城的人都得用不会说话的，怕他们泄露这个秘密。有的人说不是修这个东西的人就全都得杀死吗？这个是一个民间传说，这个东西实际上都说这个皇帝的地宫进去有什么暗道机关的，河北东西岭都开过，并没有这样的设施，只是民间传说。上古的时候，秦汉的时候，确实有时候把那个修这个陵寝的这些工人都给杀掉，这样是怕知道他的地方。这个是暗的陵，就是在一个什么大山里，这个陵是明的，就是说你不用人领着也知道哪块是这个地宫了，就是按照这个传说，大家称它哑巴院和月牙城。但是呢，那个琉璃的影壁后面确实是通往地宫的通道，这个是就是陵寝制度就是这样规定的。月牙城以南就是皇陵的方城，方城的中心建筑是隆恩殿，也称享殿，为陵寝正殿，是祭祀的中心场所。昭陵的隆恩殿初建于1643年，经顺治、康熙年间改扩建，形成今天这样面阔三间、进深两间、四门八窗的宏伟建筑。在隆恩殿后有一座琉璃瓦顶的石柱门，门两侧各有一方形石柱，因此也称二柱门。门正中安设有彩绘木门两扇，石柱前后设抱鼓石，柱子顶端各有一对望天吼，吼的身上有一条铁链与石柱连在一起。相传当年雕刻二柱门的石吼时，石匠的手不慎受伤，将血滴在了石吼的身上。几年后，受日精月华，吼就有了灵气。他们常常跑到陵前的护城河里去饮水，然后又回到石柱上。石兽还经常伤害守陵的官兵。从此，石柱上的石兽身上多了一条铁链，至今仍然存在。大家说是怕他跑了，然后给他拴在这儿。实际上，也的就是当时的建筑这个石雕的匠人，或管这些官员说，反正民间有这个说法，说这个东西有灵气怎么的，我们做着一个也没有什么不好，也没有什么太大功能。有的东西就把这个弄假成真了，他到时候能自己跑，所以按那个铁链子把它固定住。这些呢，都是说。传说加功能抚慰上的这种更有意思的一个东西，实际上这个对制度本身没有影响，但是呢加上去可能更好玩一些，也可能做那个工匠或者设计的人本身也信那个东西，放那个跟制度皇家制度有没有什么违反的东西，所以也就这样做了。因为这个并不是典子里边专门有的特殊规定，并不是必须要有的。二柱门后是汉白玉雕造的石祭台，须弥座造型，长1丈8尺6寸，宽5尺，高4尺。石祭台是一象征性的建筑，寓意这里香火不断，烛光长明，并预示大清江山代代相传。明楼内竖龙首石碑，高约6米，碑身镌清太宗文皇帝之陵，均采用满、蒙、汉三体文字，满文居中，蒙文在左，汉文在右。在建州女真努尔哈赤的时期呢，当时，她使用的语言
仍然是女真语，但是他用的文字呢，过去用的是蒙古文。随着他的势力呢，这个不断的壮大，和外界，特别是和蒙古啊，和这个明朝啊，和汉人，这联系越来越多了。说女真语用的是这个蒙古文，很不方便了。所以他这个很有雄心壮志，一定要创造自己本民族的文字。那么他就命他手下的文臣创造咱们自己啊民族的文字。那么他就借用蒙古文的字形，结合女真语的音译啊意思啊，女真语的这话的意思，是吧？创制了满文。这个满文呢是没有圈没有点儿，哎，所以我们后人呢这个称作老满文。大家都知道文字呢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啊，那么很多外来语包括很多汉语的人名地名等等用老满文就是翻译不了，啊，没有这个语言的元素，啊，所以在后金天聪六年，这个当时努尔哈赤已经去世了，他的儿子皇太极继承了汉位之后，在天聪六年改革了老满文，成为新满文。这样的话呢，就是大大丰富了。满文的这种语音的结构是吧？也方便了交际，方便了使用这种文字。对明朝啊，其他的这个包括朝鲜族啊、蒙古族啊这种人际交往，所以这种语言文字呢，应该说大大的向前发展了。那么皇太极去。改革的这个满文，后人称作加圈点满文，也可以称作是新满文。神功圣德碑上依旧记载着这位清朝开国皇帝的生平功绩，韬略经纶的皇太极用一生的时间建立大清，推行满蒙汉等多民族融合，让国家不以族论，终于成就了清朝治下近300年的盛世基业。在时间的长河中，300多年的时间如沧海一粟，这座昔日的皇帝陵寝已经成为了沈阳城市里的人文景观。2004年，关外三陵即沈阳的昭陵、福陵以及新宾的永陵，作为清代皇家陵寝扩展项目，正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以清朝前期独特的建筑风格和东北地区满族的人文特色，三陵的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得到了世界各地专家和学者的高度认可。随着越来越多国内外游客的到来，关外三陵已经成为了辽宁甚至东北地区的极具底蕴的人文名片。